好，我刚刚看到你们这个有一个社会怎么样推荐的一本书叫《哲学入门的九堂课》，有人看你看了吗？对啊，你们自己去拿的。没有，前面都让你们拿，要来，你看好了，谁有方法？好好问。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如果是这样写，看完这本书写一点心得，也是加，也是可以算加分作业哦。真的啦，我的加分作业就是讲任何跟生命教育有关的的书籍，要去看写点心得吧，都算加分作业。而且我还甚至鼓励你们看完一些东西，对吧？还可以去参加读书心得比赛。都知道我说什么吗？各位知道吗？中学生的网站里面不是有个读心得或者是小论文比赛吗？你们可以甚至看完这个可以去写啊。那如果有需要帮忙协助的话，也可以跟我讲。好，那我们今天这是讲其实生教育跟哲学有关嘛，就今天来聊一下，这为什么活着？记不记得我们前面两大主题讲些什么？第一个讲到哲学思考，好，第一个讲哲学思考，第二个主题讲什么？来，猜中的有加分吗？第二个没有。第二个最重，第一个讲人权思考，都知道吗？啊，第二个呢？哲学思考，我们说你以为吗？而人权探索，我们要讨论什么？我是谁嘛？对不对？我们看了一个主题，里面包子都还有一个啊。好，我们进到第三个主题了。我们用五个主题，那我们五个主题上完，你就结束了啊。啊，用你看很快就进到第三个。第三个主题我们来讲的是终极关怀。啊，终极关怀。那什么叫终极关怀？其实就是要追寻一个人生的意义啊。自认为自己人生很有意义的，请举手，我看一下。一二三，就三位，四位，就四位，五位有意义。六位啊？终极关怀，很棒的问题，很好。对，这个终极关怀的议题里面，其实我们在早期的九九课纲里面其实讨论就是。有分为三个课程，包含了哲学与人生、宗教与人生、最后生死关怀。那刚才同学问的非常棒，那最先关怀谁？其实我们要在生死关怀里面，我们要怎么去关怀你周边的人？啊，第二个我们要了解我们自己，关爱我们自己。所以其实包含他，包含我，包含你。好，所以我们现在在讲的是终极关怀的概念啊。那下次的课程呢，我会聊九九课纲里面的三十个课程里面，我都把它浓缩成为一堂课。那所以各位，我们都可以上到所有的东西啊，但是实际上非常非常多。好，人为什么活着？刚才只有六七位同学觉得人生是有意义的。那我想问一下，刚才那个既然让人生，你们都让人生很有意义的话，那我想请二号，可以告诉我一下，你为什么活吗？你不要问我，不要告诉我说老师问题已经被问过了，不行，还是要回答。对，为什么？为了赚钱而活，那你要赚多少的钱才证明是你是有活的？不知道。好，那我来看看这个。十一号，你为什么活？有你要做，但你还没有做。人家如果今天死神找上你的话，你就告诉他：“对不起，我还没做完。”是吗？那你永远都跟死神说，我还没有做完。可是还有事情不需要我去做。就是念佛呀，开玩笑。那你有什么事情要做？跟螺丝。啊？跟什么螺丝？就是跟死神，跟这个就是只有你在做事。OK， 所以你觉得在整个宇宙间？就是一定不管大或小，因为我是一个只有我。就是你可以说出来吗？还不知道，还在寻找要什么做什么事。好，对，没关系。但是有了，对不对？好，太好了，我就喜欢这种答案。不用讲出真正什么原因，但是你有就好。好，十五号。哦，不好意思。Hello。我知道，人生是为了要睡。所以看他在生命脚本里面第十个脚本叫做睡眠永远不够用。好。二十一。不是因为你爸爸把你生下来啊，你爸妈生你之前没有问过你意见的，你爸妈并没有说加油加油，请有空一点就是你的，
自己借黄豆块，自己帮我转。为了做自己该做的事情，自己该做什么事？看生活吗？还是看生命教育？你认为自己该做的事情，你该做，那你认为你该做什么事？你还在找，什么都可以找到。几年后，好哦，但是你确定几年后你还在吗？记不记得我开学的时候问你说，你能不能确保你回过今年？我今年在这没举手。其实都没办法把握，有把握能够活过2019。好，没关系，谢谢你，也开始思考。六号，好，最后一位，时间不够。那六号在哪里？为什么活着？为了让自己人生有意义。好哦，谢谢你哦。那怎么样人生才是有意义呢？而那个意义应该是我们上面所指的，除了快乐以外，还有什么是所追求的事情？这是你的意义吗？那你的人生当中有什么意义呢？很棒，谢谢你们都没有完全答案，但是很正常。各位，我在说的很正常。现在开始我们要去想，拜托你一定要愿意去想这个问题。这个我们身教一直提问的所有的问题，你愿意去想的时候，我发现你就慢慢找到属于自己人生的价值和那个意义在了。那我们今天带这一大单元的主题，主要是要让你真的找到你人生的意义在于哪里。我记得好像富兰克林说很多人呢，他25岁就已经死了。这句话听起来很震惊的啊！很多人25岁就死了，却在75岁被埋葬。各位，我要告诉你们说，很多人在16岁就已经死了，却在80岁被埋葬。我希望你们不要是这样，好不好？什么意思？就是说，很多人在心灵上面死了，很多人在25岁就已经死了，却在75岁被埋葬。但是我不希望这句话出现在你们身上。很多人在16岁就死了，却在80岁被埋葬。OK， 这样你们懂我意思吗？你的人生当中，自己真正在追寻的是肉体上的满足、快感。快乐还是我想到你这外在啊，我就想说外在，不要想太多啊。还是你要追寻的人生上心灵上的那一种，可能某种程度看不见的那种层次。所以你究竟真正的死亡是在什么时间点？我今天探讨到死亡原因，其实今天这堂课跟哲学、跟宗教和死亡是有关的啊。好，那我们再看第一下，让各位轻松一下。刚才我们上了60分钟的课程。上一节课，然后毫无下课的时间，我不要再上这一节课，我就听一下这首歌。哎，请各位直接帮我听一下这首歌里面，这是海洋奇缘里面的哈。那这首歌里面呢，那个每一个椰子的每一个部分都有它的价值，那各位帮我听听看，它有哪些价值？通过它这部影片呢，听看它属于人生的价值又是什么？每个椰子都有的每一部分都有它的价值。这边所提到的这个椰子有什么样的？哪4个东西可以使用？那椰子壳可以干嘛？那椰子那个椰子肉呢？做菜可以吃。那椰子水？还有椰子树可以怎么当生活用？啊，各位都有认真听啊，很棒啊！所以刚才他的老奶奶在唱又一段唱什么？说你要追寻那个清晰嘛，就找到人生的意义。各位同学也找到你的人生。刚才有同学不是也讲说，其实人生当中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你所要去完成的那一件事情。你或许就像那个小小螺丝，你或许就像椰子的某一个小部分，但是每一个部分都是有价值的。你看到一台飞机，如果一个飞机你的小小零件不存在了或坏掉了，请问这个飞机还能飞吗？其实不太能飞，对。可是那个小小零件可能是你看不见的，你不要永远只看那个螺旋桨，永远只看那个机翼或看那个机头，那个东西都不是。不见得是最重要，看得见的不是。像我常常会觉得很可怕一点是这个，人家写地址这种东西，这写地址，这个风扇，这样掉下来的，对啊，超可怕。
如果这个风扇这个螺丝没有卡紧的话，没有卡好的话，那个转转转突然转下来，你敢吗？或者我告诉你，它等一下没有转紧，它你们打开它就应该再打开吗？所以那个看不见的那个东西，其实有时候才是怎么样的最重要。所以我很怕你们上课的时候突然把它打开，因为突然掉下来就会很好笑哈。人生在世就是为何事哈，我们最近人生当中在追寻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你必须要寻找到有一个意义的人生。那什么样就是意义呢？在这本书里面提到，托尔斯泰就是说啊，我的人生有什么意义是难免降临的死亡所摧残不了的啊？各位同学，你人生当中有什么样的意义是死亡所摧残不了的？有没有人可以回答我这个答案？而我这样讲的话，一定没有人来讲，所以我一定要抽出一位同学告诉我九号。请问有什么当中人生当中有什么意义是死亡所摧残不了？跟别人怎么样？连接是摧残不了的。那你跟班上同学都连接好了吗？还没。而且我要告诉你一个很残酷的事实，你们可能毕了业之后不太会再联络。或许你想想看，幼稚园同学你还在联络吗？小学同学呢？多吗？还有人是小学同学啊？哇塞，那么我要说这么幸运，可是你小学是谁？来更新一下，我看一下，你们两个小学认识那么久了，他们难道国中也是吗？国中没有，哇，那真是一缘分呢。好，谢谢五号。你什么人生当中有什么意义死亡所摧残不了？我不知道，因为我竟然碰到我的错。你不知道，你不知道那是什么意义，没有关系，我们。其实我知道，我以后可能会做这个事情，一样方面来讲，人生有意义。就是现阶段目前没有。目前还找不到。没有关系，因为真的，如果是我们一直拿着骨干在看这些所有的这些东西，我不是说看书不重要，我不是说课业不重要，但是我们常常会因为这样子而失去我们的价值和意义的，所以这两个真的很重要。好，我想请问一下各位同学，你们知道棺材里面放什么东西吗？你有谈过的情况人家没有玩过吗？有没有进过棺材里面？没有，对不对？好，那你有没有看过人家在棺材里面？你知道里面放了什么吗？放了什么？花。那个花是最后再放的，没有人先放花，你知道什么？那是在没有对，形式上面放的花，对不对？那实际上，你们要睡觉的时候不会给你放花吗 ？OK， 好的 ，OK， 好。而且好像那在花里面呢，那个不是有盖那个被子吗？被子下面到底放些什么？有盖吧？那个叫做什么？那个经文背嘛，那个佛教的话，然后基督教会放个十字架在那边，其实会盖一个简单的红毯或者一个布啦 ，OK 啊。那你们放什么？你有看过吗？都没看过，没看过，放什么？忘记了。好，对，那当然谈到我的身体嘛，尸体旁边又放了什么？嘿，对，什么年代还给你陪葬？虽然有可能有陪葬品，有可能啊，有可能，但是基本上现在不太会放的。你知道什么叫不放吗？因为这样，你一个公司不，那个殡仪馆告诉你说，工作人员告诉你，这些东西烧不走的话，你放也没有用，你最好就要拿出来，就不要放。他们会禁止你放这些东西的。放照片。放给他看吗？这是一个象征性的照片的，有可能，但是你真的要坚持要放啦。虽然公务员还是会勉强让你放，但是基本上都不用，但是一定会放什么，好不好？那个佛教、道教一定会放的是纸钱。不是纸钱，不是真的钱，是纸钱，钱啊，莲花纸，莲花，对不对 ？OK， 好，你猜到是莲花纸，很多小公主，所以你的手工艺很好，好，没关系，然后下次帮我折就好了啊，下次会崩溃，要帮我折吗？帮我折纸莲花还要跟妈妈给你的钱呢、哦。好，第二个，你知道基督教放什么吗？我们刚说佛教教是放纸莲花，放纸钱，不是。我看到在被子下，把被子下放什么？知道吗？十字架。不是圣经，不是十字架。好，很简单，放卫生纸，放你们擦屁股的卫生，放你们洗鼻涕的卫生纸。我放完屎之后没有办法擦。对对对，他都买不到卫生纸，这个啊。真的、啊？当然假的。啊，为什么放卫
人质啊，为什么要放卫生？为什么要放纸条吗？为什么放纸钱？很简单，因为这个尸体刚才从冰柜拿出来，其实我们里面会有水，是通过那些的话，你把水吸掉，吸一下吸干一点点，其实也算就蛮好，因为当时一切都烧掉了，虽然比较快。因为你想想，今天可能5点钟、4点钟拿从冰柜拿出来，开始会退冰啊，然后简单的化个妆，然后可能8点钟才办告别式啊，那这些他们说全部都湿哒哒的，很难看，对不对？所以要帮你吸水用的。要了解吗？那盖上棉被，好，然后最后呢，可能会放一些花，或最后你再没有完，就是丢一个花瓣给他，大概就这样。所以形式上放花，但是我刚刚说在被子之下呢，其实就是放这样子，很单纯，只是吸水用的。当然，在传统道教更好玩，传统道教里面其实会放石头，还有熟鸡蛋，你知道为什么吗？它要熟的。也就是说，他们的概念就是说，当如果这个石头烂掉的时候，或者这个鸡蛋孵出小鸡的时候，你再回来。啊，如果石头没有烂掉，啊，如果那个鸡蛋没有孵出小鸡了，你就不要再回来了，你的亡魂就赶快走吧。对，就是让它回不来了。不过传统，因为传统大家比较埋葬嘛，要土葬的方式，最好不会放石头嘛，像陪葬不来了就这样。好，那但是我们现在讲以现在的这个一般的，我不管任何宗教，其实观感没办法就是这样。啊，那你知道，当你被推进去的时候，有人被推进去过？没有啊，也是没有，对不对？啊，推进去之后多久会拉出来？90分钟。好，当你要去火化的，推进到那个火炉里面，90分钟拉出来就全部一盘灰，然后就再把它捡骨，然后就把全部放在骨灰坛里面。就是住的，因为住在那个小小的，90分钟的一切化为灰烬，所以人生当中到底要追寻什么东西？有什么东西是死亡所摧残不了的吗？人生当中有什么有意义是死亡所摧残不了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必然都会经过这件事情啊。好，所以我们来再讨论意义的四大支柱呢，包含归属、使命、叙事和超然。所以这本书里面就可能提到这四大支柱，就是要有归属感，要使命，要叙事，要超然的，你才能够活出一个有意义的人生啊。好，那我们再讲人生难走啊，到底怎样是怎样？人生难走，那到底人生是怎样？我们来让各位休息一下，轻松一下，因为整考试压力很大，对不对？不会吗？好，没关系，来看一下这个，解开你的压力。好，等一下，现在有个问题就是。不是用美神，是城市的问题。我换一下下播。努力的游，而且游到我的最后一口气。这三个回答很可怕。
道我要去哪里，我知道我要努力的去做这件事情，而且做到我的人生当中最后一步。那这不是我刚刚说的吗？我们好像都，我们在16岁就已经死了，只是我们在80岁被埋葬。这是你要的人生啊！所以呢，我们把现在年轻人归类哈，所谓四种：第一种，不要讲现在年轻人，现在的人脑所归类的，第一种是疏离者，第二个空灵空想者，第三种是半吊子，而最后一种叫有目的感。当然，我们会盼望各位同学能够成为一个有目的感的哈。那我们在讨论啊，这一切又是为了什么？什么东西才是我们人生的一个有价值的一个意义呢？所以你必须要追寻一个目的，你人生当中要有一个终极的目标。而这个目标才能够带你所谓一个所谓的正能量啊，所以我们还在讨论到人为什么活着正能量，讲的是人生的那种终极目标。你知道你为什么活着？你今天去做所有事情，你就会看你的意义所在。你知道你的目标在哪里？你今天做这些事情，我要告诉各位，如果说我们今天跑商场，你们有跑商场，一定有跑商场经验，对不对？如果告诉你说很明确的说，啊，跑十圈，你听到十圈就吓死了，没错，对不对？可是如果你会不会设定在跑的过程当中会看到一些？看到这个，看到其实这个东西，我就要跑了，会鼓励勉励自己，对不对？还是没有，就漫无目的这样子跑，应该会吧？我记得我以前跑步的时候，就是我看到这个国旗的时候，当我再看两次的时候，我就跑完了。我再看，我又看到它，我要剩最后一圈了，我就觉得我就知道我快结束这个任务了。所以人生当中还是觉得漫无目的，不断的跑会更累。这个时圈跟你有目的的时圈是不一样的。马拉松也是一样啊，当然我们说人生不一定是一场马拉松比赛，对，但是你要找到那个追寻那个目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人生更有意义。好，好，我们刚说了你追寻的为什么活着，有的时候为了父母亲把你生下，你也不知道，有的时候要完成生命当中的一些特别特殊的使命，啊，有的人呢，还跟都不敢去想。那我们与其说把人为什么活着，你看这部影片会告诉你的为什么，他在探讨人为什么工作。与其我们把这部影片探讨人为什么工作的时候，我们来思想啊，那你为什么读书，好不好？你读书的目的只是为了要追寻一个大学吗？一个研究所吗？还是为了以后的工作而读书？还是为了以后婚姻而读书？为了以后的家庭而读书？还是为了以后的什么养老生活而读书？还是为了以后的棺材而读书？如果真的是这样的，你这样读书还有意义吗？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男主角啊，他在把自己的人生如果局限在那个框架里面，就是还是迈向于死亡之路啊。那我们从价值观到人生观的概念，我们要想的就是一个目的性的价值，一个工具性的价值，工具就是我们现在的，但是我们必须要有阶段性的目标，还有最后一个终极性的目标，终极性的目标，你有没有属于自己终极性的目标呢？找到了。好，那什么是幸福？什么是快乐？这是一种创意，好像南哥比较多这种创意，我正在南哥生活下这样子蛮大的。好，来，请问什么是快乐？什么是幸福？彩色的水果。好，什么是快乐？睡醒了，不好意思，刚刚吵了你30多分，30多分，不好意思。好，那什么是快乐？什么是幸福？我觉得我很想用刷屏来形容快乐这个情况。今天假如我说，哎，看，我就说嘛，班上同学还是会很支持我的这堂课吧，都没有在睡，就是即使睡一半都还会醒来的，或者是几乎都不在看书的。你看，即使要考试前都愿意听我的课，所以我说你们表现太好，我先中午去免费的一碗刷屏好不好？我说如果我这么说，当然会很开心，对不对？所以我假如我中午真的买一碗刷屏。一碗60块刷屏，其实每夜上你会觉得你们很快乐，对不对？你会超爽、超快乐。Yes。好，那假如换个情境，你这几天跟你爸吵架，跟你妈吵架，结果呢，突然之间就是到了已经啊，反正就是非常糟糕。突然放学时候，你爸拎了一碗刷屏在校门口等着你，这是快乐还是幸福？啊，也是快乐吗？困惑，没那么惨吧？是你爸可能不好意思跟你开口说对不起，他不知道，他说或许啊，不知道。我就说，同样这碗刨冰，我请你吃，为什么叫做快乐？但是你父母给你吃，那叫做幸福。各位懂吗？懂我的概念了没？所以幸福跟快乐的概念上面，你必须要自己去认定的哈。
那我们要说好，那什么是幸福？刚刚说什么是幸福，什么是快乐？我们要讨论到什么是幸福，什么是成功？一个成功的人会快乐，会幸福吗？一个成功的人可以很快乐，但是一个人成功的人不见得会怎样，幸福，是不是？赢过别人我们会很快乐，像不知道你们有班级比赛，游泳或者跑步或什么比赛，我们赢过别班我们会很快乐。可是你会赢过别班，会赢过考试，赢过同学啊，我好幸福哦，怪怪的，这种形容词，我很快乐，我赢过他，对不对？所以一个成功的人可以快，可能他是很快乐，他不见得幸福。但是一个幸福的人呢，他未必会是什么，但是他一定是快乐的，大家了解吗？好，那我们先把成功跟快乐的定义去重新再去解释了之后，还幸福定义，我们再讨论啊。亚里士多德啊说啊，那个所谓的善的含义，善这个字的含义包含了要制服和至善，好，制服和至善。那认为幸福呢，就是来自于德性和外在的善所组成的。那德性又是内向的，好，然后讲那么多，内在善跟外在的。对对对，简单来说，各位，我看到你们每一个班都来跟三好来做，三好校园，存好心，说好话，做好，做好。而且你们不是还有个什么好心卡的三号卡，三号卡是什么东西？可以交换是哦，那怎么样？就是假如对我说句好话，我就给你签个名吗？可以。那你们都没对我说好话呢？刚才让你们帮我折纸钱的话，都没有人要折，我才敢帮你们签的，没有做好事。还有东西。刚才我们两个在刚才上前几分钟在学做纸钱花吗？真的。你错过了，你知道吗？对啊，就是我们在教这个折纸莲花，然后还做黄传，我都做好了。对啊，这前三十分钟都在做了。你们还没收到？对啊，已经全部收过去了。你还没收到？我们已经请他烧给你。好，所以呢，我们俩其实三好就是这个概念哈。我们从外在的善跟内在，你要存好心嘛。说好话做好事，好，所以认为哈，他认为人是一个理性的动物啊，所以在这方面说，所有德性必须要来自于智德啊，所有德性来自于智德，就是获得制服的一种门槛。所以讲简单讲就是幸福的门槛，因为我觉得光讲什么智德至善智什么，你还不懂。但是我跟你讲，所有德性来自于什么？智德，所有就是来自于存好心嘛，做好话，说好话做好事，最后你会觉得有种幸福感。所以我们来三好教育好吗？好，当然好啊，对不对？那我刚刚说你要有人生当中要属于自己的目标，你要有自己的使命。好，那我们来讲吧，什么是爱？爱这个东西很难去解释啊。爱慕并不等于真爱，那什么叫真正的爱？真正的爱其实要告诉你要放下一切，能够原谅，能够饶恕，饶恕容不容易？原谅一个人容不容易？对，真的不容易。那幸福跟爱的概念又是什么呢？那关怀里面其实来自于归属感，所以我们在讲这两个经讲的时候，叫什么终极关怀，就来自于人生当中必须要有属于自己的那种归属感，归属感必须要定义在所谓的幸福跟爱，真正的爱的定义当中啊。那我们再讨论到死亡的概念，因为人难逃于一死亡，刚才前面就讲到死亡，我们好像似乎都迈向于死亡，就像那工作人员，跟你刚才那个人在工作一样。其实好像做出的事情都会迈向于死亡，但是你会因为迈向于死亡你恐惧它吗？而因为你迈向于死亡，所以说的是不做，还是不行，还是有自己的这当中属于自己的使命啊。好，那因为时间关系，我只能放这一段给你们看啊。那这个呢是一个李医师的这个预告片啊，那我等一下简单做一个说明。他本身是一个大提琴的音乐家，然后他在乐团工作。但是因为在这个乐团工作呢，其实他后来公司那个乐团解聘他所有的人啊，那他在寻求他自己人生的方向和意义，找到一个工作，那个工作就是三观师，就是女士。所以我在那里，过去三观师啊，还要求另外一些，我可能可以我们身体的。但如果那他找到他做这个三观师的工作，他的态度是非常不谅解他的。说实话。いい加減になってください。
那他太太在嫌弃他，就觉得是一个很肮脏的事情。但是他其实已经慢慢从处理这些所有的大事，他开始体悟到生命这个是什么回事。他的老板，他的师傅也让他来尝试看看处理一个大事。就是他现在跟他讲，爸爸曾经说，我把石头给你，我捡了一个石头给你，代表这个石头大小，代表我对你的爱。然后不说他太太不谅解他嘛，然后突然有一天，他太太接到一个电，报，说他的这个男主角的父亲死在海边的乡下海边的一个独居老人的公寓里面。然后呢，他就很不想要去，他是因为他非常恨他的父亲，他恨他小时候。就已经离开他了。好，这几个石头是大的小的。你说谁给？他刚才男主角是给他太太石头嘛？好，然后他那时候你也听到接到电报的时候，发现他父亲死在那个海边的那个公寓，老人公寓，独居公寓里面。好的，于是呢，他非常不想去，但他的老板就是要去，然后准备一个棺材带过去吧。好，然后呢，他太太随后也赶到了。好，那再看到那个有个老人躺在那边。有一个老人躺在那边的时候，他真的看不出来，他不觉得是他爸，因为他真的对他爸完全毫无任何影响，因为他心中有了恨，他恨他的父亲，是他小时候就离开他了。于是他就决定说，但反正人家说是我爸，那就我知道现在都是我爸的概念，所以我就只好慢慢帮他，先松开他的筋骨，然后他就觉得他手很奇怪，因为死了他整个握得非常非常的紧，手握得非常紧，放在胸口这样。他试图想把手搬开来，因为要帮他换衣服，他搬开的时候，他怎么，他非常用重力搬开的时候，突然之间有一个石头掉下来，然后他才惊觉，他就突然想起来，这个石头是他爸爸曾经带他去溪边的时候，他捡给他爸爸的石头，他送给他爸爸的石头，因为都还是握在他爸爸手上，那他爸爸根本就没有不爱他，他爸爸根本没有抛弃他，只是他爸可能因为某些原因的关系而离开了。所以他对他爸爸有一个不谅解，有一个误会，甚至有一个恨。他捡给他爸爸，因为他爸那时候跟他讲说，我们在古代嘛，在古代是没有用文字的方式来表达我对你的爱意，啊，唯一用的就是我用这个石头捡给你，表示我对你的心意有多少。所以他对他爸先给他，然后他也捡一个石头给他爸爸，所以他爸就手上一直紧紧握那个石头。于是这男主角在心里面才终于卸下所有的恨意。其实当他现在所有的恨意，他再去帮他爸做脸部化妆，再对脸部梳洗、刮胡子，他开始慢慢依稀之间来开始看到他父亲的当时的面貌。要不然他全有的印象里面，他完全不知道他爸长什么样的。后来他最后说一句话：“他就是我父亲，他就是我爸爸。”所以我要说啊，人生当中难逃于一死的时候，我们到底要思考的是死亡是什么？这个死亡或者先来到我们的时候。刚从那部影片，甚至我们之后还有一部影片叫做《美丽的声音》，我想跟大家讨论一个叫做《美丽的声音》，这样就是修复关系。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你必须要去练习的去修复关系，这是我们生命当中必须要去做的。你要跟谁修复关系？最需要的是谁？跟谁修复关系？各位知道为什么？你的家人，你真正需要是跟你的家人好好修复关系。因为我刚刚说过，你到底有多少是跟你小学、跟你幼稚园的人还去保持联络？其实很多人生的阶段，不同的阶段过去的时候，这些都会说的过去，但是永远不会理解，就是家人。好，那死亡是什么呢？我们在下个礼拜会继续聊比较多关于死亡这样子的一个议题啊。我们必须先建立一个概念，就是人难逃于一死啊。我们都对于这个善终啊，大家都可遇而不可求的，可遇而不可求的概念。我们都希望我们都能够最后好好的死，但是不见得呢。所以这死亡真的一定是最公平吗？其实好像又有点不公平了。好，那我们当然必须要通过宗教的方式来帮我们解读到有关于死亡那一个恐惧感。但是你先记得有个概念，联合国调查有300位科学家里面，当中有92.4%的人相信有神的，相信是有宗教存在的，所以。你不需要去否定有宗教存在的概念啊，但人为什么要有信仰呢？其实追求人生当中一种平安的
概念。好，最后最后我来把那个放一下这个东西一样加分作业，你有做的就有加分，那你还有时间拍照一下。那这个加分作业呢，就是我一直练习的叫溺水的舞者，这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部现代作品。好，是一个金希文老师，他指挥一期合唱管弦乐团，他们所演的一个溺水的舞者。那等一下，你们如果连接这个连接进去的话，它里面是世界首演，你们看到的是世界首演。那字幕是我最后前两个月上上去的字幕啊。然后我顺便告诉各位，如果你有写这份作业的话，可以让你去找彩蛋，里面有一个彩蛋。彩蛋怎么知道吗？猜猜看我在哪里？好，可以猜猜看。你在里面、啊。对。我也参与，我曾经也参与到这个世界首演，这个作品，猜猜看，或找找看我在哪，但是因为画面少了很蛮快的。你是不是变了？我还是我，依旧是我，就是我。好，那你想要做这个加分作业就加，那完成一份加分作业的时间就加三分，加三分，加上去啊。好，那我先抽一位朋友帮我下个录音，三号。好，三号在哪里？可以录影吗？可以啊。